了台中市西屯区的家之源台中旗舰店。之间呢，我前两天看他们的 Google 评论，最近的负评蛮多的，就是一颗星、两颗星的很多。那我们就打看看吧，看起来客人蛮多的。超多。对啊，哦，车子在外面。这场的东西都很特别，说实在。对啊。它没什么零食，大部分都是一些特别东西。所以可能会比较难。差点三个。弯弯，很可爱。他的音乐很大声。对啊，我加看看，我看这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你把它摆好了。就加很多，然后就还是加这边。啊，要拉远一点。这是这样子下的吗？多很多个。一包。好。先一包就好。乱摊位。对啊。没有板子。好，来了。哇，666。哎，这一个六，哎，你也是，哇，大腿，太扯了吧？拿回去煮泡面，泡面哦。猛，应该会顶到哎。右左，这个，它很甩。再加一次，这样。要再退一点，太过了。红的嘞。这个是什么？杯子。吸管杯。这台好像可以夹，对啊，感觉它是棒棒的。你要试试吗？好，有夹到锅子就可以回家了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说有夹到锅子就可以回家了。哦，好，走吧。哦，来了。快丢！这怎么夹啊？夹到吗？来了。啊！怎么掉这里？10块。
很猛是耿鬼。对，你知道哎？知道啊，之前我们在甲子园还卡，那卡在上面，你忘记了？对，我卡了。对、啊，退退一点，退。那换位置就对。哦。下去夹到那个拉链，不知道要卡哦，那我打也没有收哎、欸，有延迟。他在抓抓这个。上学去。很大一个。对啊。底部那个哦。你甩逆斜走，哎，哇，没起来哦，吃多一点，这个不行就算了。啊，好放，还有40块。40哦，好，那可以吃饱没关系，吃饱加2包。抽看看，来抽看看。哇塞，有点猛啊！哎，这刚塞到了。2包。嗯，你又打到快饱了，然后我接手，我接你的饱。好。他觉得是赛道。哇！
这个要掏吗？嗯。好，这样。知道，六个吗？六翅膀。六个，六个。嗯，可以。哦，哦，刚好。啊，感觉下面就不行了。下面可能就扛回去。那一包。好。那它大耳狗的。哎，整条的啦。对呀、啊。丢好吗？哎，这里啦。啊，一样的、哦。联名哦。原来我要搞啊！我给这个，我给这个鸡手，你就没有，你还差一对眼睛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啊，你会看哦、嗯。我会看，我不会动。这个怎么夹、啊？就是转过去夹前面那个。你说的那么简单？当然了。哎呦，拍数不对哦。哎，这上叫夹啊。哇，摸的算了。凤梨花，这里在联名，什么都可以联名。哦，不是两拍，躺下去才是。躺下去怎么讲？还要退烫。啊，一个滚下去了。滚进去吗？太淡了，我刚刚十块滚进去里面，他补我一个。好，这样可以。你要看妈妈？应该可以，两爪有扣到要起的。妈妈帮你拍一块钱。哇！给你。我压力山大，拜托。不是凑了就凑了。要照我的剧本走。嗯。666。爆米花。他们这一场蛮多特别的东西。很多很特别，超多。嗯。整排几乎都是。它那个下面有那个展示的。啊，看一下。在那里。哦。嗯。哎，这很赞哎。还送一个杯垫是。嗯。不错哦。可以了，这场可以了，回家吧。所以我觉得打很多特别东西。哎呀、啊。嗯，荡出来，谢谢。外丢。丢掉。嗯？哇、哦，我乖呢哦。它是不是太重了？太重了。它这个就是凹下去一点，你再试一试，它凹下去一点，它整个凹到底了。它凹到底，然后两边有扣到，它就直接射出来。太后面了，四秒，紧绷了，可以抽。好，两拍看看。快！转一个大的，这个在下面更好度转。荡出来！我要开眼。拍出来了，太帅了，666，太猛了吧！他都要躺下来就变两拍，不然就是这个是两拍，这个吗？嗯，这甩不甩倒不知道。哦，把它移开了就可以。厉害了！可以跑跑吗？对。要夹死！
可以。可是我其实想要看肚子。嗯。我有没有想说要给他看肚子？但那位置太高了。好，就一个吧。那我碰到就飞出去了。小姐，你可以帮我把它放多一点。哎呦，严实哦。吓死我，才会饿死掉。好，可以哦。哇，飞走了。怎么是来你呀、啊？这个是什么？退烧。又是这个，跟蜡笔小新的一样。这是替换成宝可梦而已。算一下今天总共打到几样，好，21，总共是21样。那今天一样会有抽奖，那我们就是抽画面上这些，再帮我留言一下编号，留言留个四季再帮我要留对哦。今天这场觉得打得如何？我觉得其实还算蛮好玩的，它的东西都蛮特别的，几乎是别场没有看过的。对。但是我是觉得这边的零食饼干类会比较少，那如果你是带小朋友要来夹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没有成就感。但是你是会夹的人来打，你就会觉得其实还不错。那今天也是打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，今天都打特别的、啊，你都没打零食。对，因为它零食类太少了。对。对啊。好，那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可以再寄过来玩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麻烦帮我按订阅加分享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